家张医师，张医师来。是说20岁的少女也有这个困扰、啊。对啊，那大家都以为说、哎、性行为好像比较不是这么协调，就一定是松弛的问题。那我们之前就有遇到一个大概20出头岁的小女生，她来的时候就非常非常困扰，因为她跟她现在这个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每次性行为她男朋友都没有办法顺利的高潮。然后她就觉得很奇怪，因为她男朋友说她以前交其他女朋友不会有这个问题、嗯、那我们后来就稍微帮她做了一下检查跟评估，发现这女生因为她完全没有生过小孩，所以她没有这种松弛的状况，但是她有一个小问题是她本身阴道的骨盆底肌她比较没有力气、嗯、所以她在性行为的过程当中那个抓握的力道是不够的。抓握为什么要抓握？就是会有一个收缩收缩的感觉，用力就是包覆吧，那个她、嗯、就骨盆底肌比较没有办法用力，就女生一定要一直做凯格尔运动，对不对？我知道现在医美的机器好像是可以帮助动椅，对动椅，对动椅 ，EMS 可是椅子好像你要天天坐才有效，没有没有，那个一个礼拜做两次就好，一个礼拜做两次，然后聊一次好像是6到8次的疗程，对，大家都很内行，你看全部都很内行，然后一次大概28分钟，啊，所以那样是有用的，对，因为它会被动的去收缩你的肌肉，然后你肌肉变比较厚实之后，它抓握的力道会变好。OK， 来蔡婷，对我有问题，就是我觉得生完之后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就是那个湿度没有以前少女的时候那么湿，所以这个是可以改善的吗？因为我没有听过好像有手术可以改善里面的。不会吧？这个会吗？其实在医学论文里面有说我们的阴道黏膜的老化程度是脸部的8倍，就是它老的比较快老，就是快速甚至是8倍。什么意思？所以快老它就比较没那么湿的意思，就是它很容易就变薄，然后变比较干。像我们脸皮也是越老越薄，那阴道黏膜也是，也是一样，越老越薄，越老越厚了。你大象怎么办？医生这样没有，我们要怎么让它变厚啊？因为不是对，就是胶原蛋白补充，还有一样是胶原蛋白，对，一样是用吃的还是用打的？用打的是最直接，那我就变，那我就变薄就不湿。变薄它就比较没有那个分泌，就是黏膜就失去分泌那个湿度的功能，就会变得很像硬是在摩擦的感觉。那特别是像有些女生她刚生完小孩之后，因为她有在做那个哺乳的动作，那哺乳的这个动作呢，它会让我们的雌性荷尔蒙会变得比较低，那就很像停经的状态，阴道就会变得很干涩。那这时候我们如果在半年之后啊都没有完全恢复，就可以考虑用像雷射的方式增加阴道黏膜的厚度，激进雷射。那很多产后的妇女那个性行为的时候都抱怨说痛，那会不会也是跟因为那个皮变薄有关？是吗？因为干嘛，它皮又变薄。那如果类更年期或是快到更年期年龄的妇女，她们怎么办？因为更年期可能要拖很长啊，他不是说一下子就更年期，他可能就是渐进渐进的，好，他可能10年都是在更年期的状况，那他。那他怎么办？对呀、就要保养啊，固定去。那像那又要打偏头，又要激进，又要对保水的玻尿酸在那个黏膜。保水的玻尿酸，对，就是脸部有那个水光针，对，私密处也有水光针。你说打到私密处里面的水光针，就是也是这样子打，把那个黏膜让它补水补玻尿酸。去试才可以去试。他跟我们是要打到里面吗？对，阴道里面。玻尿酸有那个直接放进阴道，从下面吃的。不用嘴巴吃 啊！我知道那个就是一个类似像胶囊一样，我朋友有用过，然后很像塞剂，说用对对对，用塞剂就可以。他说，而且那个什么，所以玻尿酸不用打，用塞剂就好。真的哦，现在有。所以玻尿酸用塞剂，就像我们人吃的东西，吃玻尿酸的概念，阴道黏膜会直接吸收。哦，你是说那个塞剂是马上立马买？你说你的那个，我们是在集体治疗，每一次做就是塞，做之前先塞，这样子吗？对啊，就是一个胶囊，做之前塞进去啊，就有点像避孕药那样子，就不是说永久。对啊，所以那个每次都它就长得像鱼油啊，那万一不小心塌下去啊，不是因为我是不是我就是20，我是20代表，不是你才20岁，不是因为我身边很多姐妹都已经生了2到3胎了，所以他们在讨论这个话题，所以你还要知道你什么时候要行房。保湿是日常的，你要行房是使用润滑剂，男生也必须要确认，但是知道什么时候行房，经常保湿那个药啊，对不对？我不是等一下。我们要抓一个小时以前。院长有讲哦，他说你用那个玻尿酸那个胶囊是保湿，就像我们日常的，就像我们擦保养品一样，所以是保养品。对对，不是每天要做的时候才把它。我是你讲错，是保养品。有那种保养品吗？在哪里买？团购在哪里买啊？你有卖吗？
有有有，你放心，来找我，来找我。真的吗？保养品，你今天有带来吗？像先自入是不是？给我了，因为好像大家都蛮需要这个东西。对啊，这很棒哎。郑医师，你说你说做阴道雷射还是可以改善大部分的问题。对，阴道雷射它可以让那个，那是胶原蛋白再生啊，胶原蛋白增生啊，跟我们打音波一样，包覆感会改善的啦，会啦，这些通通都有改善啦。但如果说你年纪越来越大，或者刚产后那段时间缺荷尔蒙，还有一个方法是补充荷尔蒙，所以这些东西其实。补充荷尔蒙也有用涂的，涂在私密处，也有用塞的，都有都有都有。哦，原来如此，有这么多。我们真的是，我要去找院长，去找王医师院长，还有在我们这些东西互补的，他们互补，他们没有互相那个排斥的啦，而且每个功能都不太一样的。哦，来彩迪彩迪，还有什么问题？赶快。你还有什么？你的体重、身体纹路哦，生完我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到三十才是生完之后，我觉得，例如说脖纹啊，然后就连还有身上的水分留不太足，就是例如说脚后跟、手肘变得很容易干，但以前真的不会耶。而且我觉得就连例如说被蚊子咬的那个疤也消得很慢，就新陈代谢降低。对，新陈代谢，这跟生小孩有关吗？还是年纪？身体纹路也消不掉。对。这个、我觉得有的人是在生产的过程我们把很多养分就给宝宝，那甚至还有喂母奶。那我有身边的朋友有说，就是像我们怀孕生小孩，他牙齿也松动，有的甚至一用力他的牙齿还掉了，就钙质流失。钙质流失，然后毛发、就是像落发，对，落发很多。我刚生完都以为自己癌症，就一直落发、掉发。对，大概都要半年一年，有的人回得来、有的人回不来。那再请教张医师，那皮肤老化像彩迪这样跟该怎么办？产是有关系的吗？其实如果是肚子啊或者手臂那种在怀孕过程当中有撑开然后再瘦下来就整个松掉的那个是跟怀孕有关、但是比如说我们的色素代谢速度变慢，对，那甚至是像脚后跟变得比较厚然后很容易会脱皮或变得比较会干裂，那这种其实跟我们皮肤老化的直接影响是比较有关系的，就是年纪到了、所以我们本身身体的开始有胶原蛋白流失、然后色素代谢速度会变慢这样子。那生完小孩会让胶原蛋白流失的更快吗？其实他过去有统计哦，大致上女生老化速度最快大概是在差不多40岁左右这样子的年纪。那男生他是一直持续在老，他就比较没有一个突然间就变得很快的这个平均啊，你每天看，所以你就不觉得这个人变老，男生啊，女生有时候我来得很快。就更年期这件事情，半年不见他一看，我靠，怎么这样？你是发生什么事？悬崖式的，对对对对对。然后要问45岁是一个阶段，是不是一个悬崖？就是更年期那个荷尔蒙的变化，其实会让女生老的速度比较快，那反而不是在怀孕这个阶段的变化。那如果要遇到快类更年期，是不是要用这种很多保养的方式，才能够让自己减缓老化这个东西？对啊，那其实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有一些外在的老化因子，就尽量去少接触，比如说紫外线。对，晒太阳其实会让我们的皮肤老的速度快非常多。然后第二个就是抽烟啊，因为抽烟它本身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致癌物质，或者是这过氧化物，它会让我们的胶原蛋白断得比较快。那喝酒那喝酒呢？因为他有在喝。我偶尔小酌妈妈 juice， 我没有每天喝。有妈妈很需要，但是其实喝酒这件事情没有直接跟老化是画上等号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可以喝，可以喝了。等一下录完就去喝。没有没有，我这边就有，丽丽这里有。证实了喝酒不会影响皮肤的状态。然后另外就是要问彩提的那个纹路的颜色，因为其实如果还是红色的，它是刚形成的话，那其实就做很多雷射保养，它是可以完全消掉的。但如果已经变白色，像是有那种银白色的妊娠纹，对疤痕，那就可能没有那么好去处理。原来。那如果是暗沉的那种比较偏黑的那种暗沉是可以除掉吗？也是暗沉其实还是可以用，比如说一些除黑色素的皮秒雷射还是可以除掉。对对对。不过像暗沉其实有分啊，因为有些人是角质太厚造成的暗沉，那有的是色素太多造成的暗沉。角质太厚的，我们适度的去角质，皮肤就会看起来比较亮白了。OK， 哇，这个学问真的太大了。女人真的很辛苦，要保养，男生都不用。为什么男生都不用保养？没有啦，因为一个40，一个30的问题好多，会不会20岁的问题比较少一点？唯一感觉问题也很多。你的困扰是什么？我还是不要再问了。唯一是会讨厌呢。20岁其实讲实话没有太多需要问的啦，就是我觉得20岁的女生可能比较，这是你个人问题好不好？这个问题不是很容易解决，打雷射就好了。对啊，或是你去做那个 waxing 就好了，除毛除毛。但
我觉得现在，因为我觉得二十岁的女生注意的都是比较表象的事情，是对。那因为我自己也是从二十，我真的从二十岁除毛除到三十岁，但是我本身是属于毛怪，嗯，就是毛怪类的。那就 laser 啊，没有，我雷射跟蜜蜡都有做过，它还是会长出来，它还是会长出来。而且因为我曾经我发生，而且因为你知道雷射那个毛会帮自己找出口的，不是。跟生命一样，因为那个雷射是这样，雷射是你要先刮，你刮了是不是你一直那个刮胡刀子摩擦，你就觉得你的妹妹上面的地方是会变暗沉，因为你要一直刮。对。然后我曾经就发生一个在夏天发生一个极度尴尬的事情，因为你雷射是你要先刮嘛，那它是不是会长出来？会有大概两三个礼拜之后它就会长出来，变成像男生的胡渣，短短的胡子，对，胡渣的感觉。然后那次是刚好夏天，我去海边，然后我穿了一个白色的比基尼，然后我去的时候呢，我朋友就说，哎。奇怪，你那个，因为我们是去那个乌石港嘛，它不是黑沙嘛？他说你那个泳裤怎么都黑黑一点一点，是沾到沙嘛？你要不要去冲一下？然后我一拍一拍，触感不对，啊、是什么？触感不对啊！你的那个，你的触感会像那个蟑螂须啦。就是因为它刚长出来，然后那个又穿白色的比基尼泳裤就很尴尬。而这个东西是我只要每一次如果是用雷射除毛，它就是会有一个短暂期会遇到这个问题。对 ，That's true。然后你要一直刮，一直刮又不好。对，一直刮的我的皮肤就会觉得我的妹妹上面变得比较暗沉，对不对？对，会变暗，真的就会摩擦，嗯、那怎么办？而且有的时候雷射，你如果雷射一次，我觉得我听很多人讲，那个雷射一次如果弄得太光，我跟你讲，真的很痛苦。等你以后老了，你也会很后悔。就刚好我们这里也有除毛之父啦，来郑晨姐这一次。好忙哦，今天。搞不好你也能讲哎，正确除毛该怎么除？我现在考他，虽然是副长哥。我跟你讲，我本身他真的能讲。我本身没有在做这个，不过我有一群美女一直在帮我做了。但是我们必须要强调重点呐、啊，毛发的作用在哪里？毛发在我们身上的作用在哪里？它是一个保护作用嘛、嗯。一个是减少摩擦力，所以像这个。我们跑步的时候不是要动嘛，这是减少摩擦力嘛，阴、毛也是这个作用啊，也是减少保护摩擦力。还有一些毛是，比方说这个鼻毛或者是私密处的毛，通常也是怕异物跑进来，这也是一样，都是为了啊，对啊，所以阴毛的存在是有它的必要性、啊，它有减少摩擦力，还有让别的东西不要直接进去啊，所以不建议把它除了干干净净、哦，可以不要除，不一定要除光啦，你可以把你不要的地方就留一个爱心这样、啊、不一定要爱心，各种情况你喜欢就好。对对对，来维廷医师来，你在家如何正确的除毛？那我们其实会建议大家，如果要用除毛的部分，就尽量是用刮的就好，然后或者是说直接来做就是我们的雷射除毛。那为什么不建议用拔的？是因为在拔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毛囊很容易会受伤。那受伤之后，那个毛它就不会照正常的方向这样往外长，它有时候会直接往内伤到毛里。那我很痘，那样很痛。那我想问，那这样子蜜就是蜜，因为我其实雷射完后面后半段就是我都用蜜蜡除毛，因为我真的觉得，因为蜜蜡长出来会毛会比较细，就然后也不会刺刺痒痒。但是雷射用刮，只要是刮胡刀刮完了都会刺刺痒痒的，所以其实这样蜜蜡是比较没有那么蜜蜡 OK 吗？蜜蜡之前它还是会先刮嘛？没有没有，蜜蜡是剪完直接拔。嗯，但是蜜蜡因为它其实是外力去把这个毛发拔掉，所以它只要时间到了，它还是会再长出来，它就比较没有办法是半永久性的让你的毛发都变细或变少，没办法根除。对，所以它就是时间到了必须要。哎，那为什么医学这么发达，无法发明那种可以永久的？哦，永久除毛的。其实现在，应该是说东方人的毛发是偏黑色的，所以基本上除毛雷射效果都蛮好。但是私密处的毛发它活性还是比较强，所以治疗的次数上面都会比较多次。哦，好，这已经听完女生为了保养，为了漂亮，这个除了脸部保养，私密处也要好好保养，真的是好辛苦。但是变美是为了让自己做更好的自己，对啊，爱自己。所以认真的女人最美丽啦，认真保养，好好照顾自己身体的每个私密处呢，我觉得自己开心，啊，另外一半也会开心啊。对对对，啊，就只好祝大家天天都美丽喽。是，只好祝啊，只好当一个幸福的女人。谢谢大家，谢谢。直接去找医生比较快。